中国人苏式汤圆。
不，现在轮到你报恩了，把你所有的犯罪记录一一说清楚。这下真的警长，我要休假，没赞助也行啊！我要去上海110警察节啊！我们一起来轮岗竞猜活动吧。是的，这次活动我们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仅影响礼品，既精美又实用，只要能够都可以通过一些轮岗竞猜进行互动。那我就来问第一题了。请听好，是今年是2024年，是第几届的中国人民警察节？第四届是吧？中国人民警察节。然后我刚刚也说过了，今天是第几次的跟他们宣传？Thank you.
将咸宁市家亲之用。